はい。这个怎么样？线条很这种的很棒吧，很棒吧，喜不喜欢？是有一点硬，不会，我不敢说他不好，因为他那个一拳挥过来，可是在你的标准里，如果是你的男朋友，有需要练成这样吗？有点太，你要想他可以这样抱着你睡觉，哎，可是会不会太硬了？而且感觉这一天就是每天要花好多时间健身，对，都没有时间陪你，对啊，哦，是这样吗？看一下三号，三号，哎呦，哦，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而且它真的有抹油，这个还不错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看，好酷哦，很顺，很顺，这应该是入口即化，你看看，真的吗？你现在是放轻松的状态吗？放轻松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，用力一下，用力一下，用力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刚好，这个刚好，这个不会太多块，有没有？对，谢谢。OK， 真的是满堂彩，后面一次鼓掌通过。简单。哎，四号，四号。哎呦，拉开一点，拉开一点，拉开一点。这个也不错，四号也不错。哎，这也不错。然后投资用力，哇哦哦，有啦，有，这个也不错。哎，三号跟四号有什么差别？你们觉得？哎，不一样。四号好像比较有练。四号比较有练。对。那落差对最大的就是一二号。哦，对对对，一个太肥，他们两个是在唱两个，一号就感觉是哪一个是地狱哎。今天现场的这个女性朋友们、姐妹淘们，她们已经品头论足完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揭晓这四个人到底是谁了，请她们出列吧。好 ，Oh my God， 好，那四号到底是谁呢？请出场。四号。就是焦糖哥哥，你怎么会？小朋友喜欢看你有肌肉线条吗？我只会抱小朋友的时候，小朋友才会跟我讲说：“哥哥你好壮哦。”哦，对，但是我没有健身，我只有冲浪。哦，冲浪真的是冲浪，我不相信。现在每个男生都说自己会冲浪，真的。你冲给我看啊！肤色就来，对，把那个拿一张当照。我是冲浪的，你有刻意练，还是说只是单纯运动？还是你要给小朋友的妈妈看？没有啦，就是我没有刻意的练。就没有一块一块的腹肌，嗯，因为其实我没有那么爱健身，我只是喜欢运动而已。运动很好啊，就是自己也欣赏啊，自己看也满意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希望就健康一点。那我可以麻烦一件事情，就是请你秀出你的肌肉，并且带动小朋友，教小朋友做。好，老师给个音乐，谢谢。这个好难，要有线条哦，然后你要带动小朋友哦。来，小朋友快跟着焦糖哥哥一起来做运动哦。线条，线条，有练好肌，用力手啊，用力手。请先入座，谢谢。三号刚刚票数最高，因为焦糖哥哥是第二名，对对对，第一名是三号，我选三号。到底是谁呢？骗人，你有抹油，我是乳超油，不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去泰国不擦乳液的话，它会有那个一粒粒。啊，这个也天天冲浪没有擦油，这都是借口。没有，可是所以是借口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保养，好，知道。谢谢。对于你刚刚得票数最高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因为你知道后面这四位到底都是谁吗？其实你们等一下一个出来，你们会吓死。因为我刚才后台看，我觉得我真的输惨了。我觉得我是那种轻量级的，然后呢，他是那种重量级的。哦，而且今天。女生也不见得喜欢那些线条这么好的，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可以跟二号一起在一个台上，我觉得我跟上帝越来越接近。你知道吗？在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啊，因为以前我们在北体练习的时候啊，他就常常在那个北体那个慢跑。然后慢跑，然后他要拿那个司令台起来拉单杠。哦，我觉得这个艺人真的有点疯狂哎。哇，可是已经到疯狂程度了。他非常疯狂。欢迎郭彦均。二号了，二号刚刚都说太线条太过肿瘤啦，肿瘤嘛，苦瓜，肿瘤谁讲的？怎么这么没水准？这肿瘤就是你讲的，我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他的硬块比较多。然后后面君君说他是那个苦瓜，苦瓜一节一节，好不好？然后太过。over， 然后不好，不舒服。不是你那个意思是说，因为他常常在就
急于练身嘛，然后就很会很少陪我女朋友啊，女生啊。这样的话，那个一号应该是肝硬化了，开始在转，这样比较不好。因为当他站到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就会害怕。可以在我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二号出场，欢迎二号。对不起啦，完全误会啦，我们是希望你多陪陪我们啦。谁说是肿瘤的？来，陈华姐。没有，我那时候因为他练得非常的好，因为其实如果整个线条看起来，他是真的是很 man 的，这个才是男人中的极品。你是很 man 的肿瘤，男人中的男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 play 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请看。陈华姐是那么多肿瘤硬块，肿瘤硬块。陈华姐不错，对，不要扁我了。举起来。他这种个性在古代叫做汉奸呢。走狗。刚刚有人说是苦瓜，是谁说的？来，君君。苦瓜，我没讲哦。我最喜欢吃苦瓜了。怎么样？这个线条怎么样？他说你一节一节的，好像苦瓜哦。哇，这个是带着一节一节，就带着个步步高升呐。哇！一节一节好。前辈真的不容易。我想问一下，跟宏哥老婆对你这样一直健身有什么看法？没有，他非常开心啊。真的吗？没有，其实我健身运动的时间，现在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几乎一起运动嘛，是一起做运动。而且我刚刚有摸到你的肌肉软硬适中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其实我到这样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了，哇，不是刚开始，刚开始练的时候真的需要比较辛苦，一天将近要练4个小时。哎呀，这么久啊！大家一般健美选手在比赛之前差不多这样，但现在我们大概都是运动，像我喜欢，我们就喜欢去做各项的运动。你比较有体能可以玩啊。跟红哦，如果他现在没有整个把它弄，你刚刚讲的完全都不是这样哎。你是什么？你强强完全不一样，现在这个年代叫做俗辣。不要这样讲啊！我一个外号叫 Super Sura 呢。我要讲的是，刚刚因为他有撑起来嘛，有撑起来才有看到那么多的那个肌肉啊线条。可是他现在整个放下是顺的，他是整个是线条是很好看的，是很顺。其实真的好的肌肉是不能真的僵硬的，你必须平常摸着它。哎，他也是对呀，你知道软软的，然后但你要力量要大的，它通常就软的时候是软，但用力的时候要非常硬。对，它就是要这个差别。所以平常我们这样碰到它，它也不可能一直用力嘛。所以老婆，我老婆一天到晚都睡在这个上面啊。哇塞，那你太太喜欢你软还是硬？看什么？哦，是这样。你要问他看看。我们欢迎龚哥，谢谢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接下来是一号，一号，一号只有我们的，就看一下。对他有一票，有人投哎，新雅，你很期待看到他，对不对？我不期待，我不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刚才没有看到他的脸，搞不好他超帅。哎，对啊。可是他脸上刘德华，看是有一点像那个谁，那个黄立行的感觉。再看一下。而且他刚在后台说他还会跳音啦，他说他就是平常喜欢唱这种类型的，他会跳音浪，因为他的音浪，他在跳音浪的时候还有带来肉浪，所以他很开心。是肉松啊，所以好，我们要征求你们的同意啊，要不要看？信雅，你要看吗？我是个人是。他既然你都已经投他一票了，给他一个机会嘛。可是我很难想象王力行的脸跟那个身材。好，我们欢迎四号，哎，一号。